妈的，要不是长得可爱，早把你丢出去流浪了，整天叫叫叫。这样欺负我，这样欺负我，走！啊！当我趴在哥哥肚子上。换吧换吧，不看你。啊！弟弟居然用我的脚刷抖音。叮叮叮，还能变身手机支架。龙年假期刚刚结。当我和弟弟去旅游，发现是真的明明啊，哪一个呢？哎，这个才是真的明明。Oh my god！ 魔法怎么失灵了？头上是什么呀？天空真的好大，蓝色梦想真的假？帅帅死狼，烦恼不怕。